跟手臂一样大的海鳌虾啊，这玩意儿是真好吃。哎，几天不吃就馋。但就太贵了，奢侈一把了。哇，看着大肉，老大了，真肥呀！甩子，这可以说是一口一个鱼塘了。哇，稀碎呀！再来一个，这个完美。好长时间不吃，还没有经验了。